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稳定，吼，台湾的水果大丰收。其中今朝因为大雪造成供销失衡，经销一直拢真无好，互农民叫苦连天。最近担任嘉义市农会总干事的嘉义市议长萧淑丽，伫咧十八号是特别邀请到嘉义市农会商会工会，甲农民来购买到一千公斤的金蕉，分送予十四个社福团体。呼吁大家吃肉粽、配金蕉，不只是帮助消化，更当帮助农民。今年的金蕉大出，伫咧生肖失调之下，农民卖无好计销，甚至出现卖袂出去的情形，只好忍痛将辛苦收获的金蕉起来饲猪饲牛，甚至是贴心来当作是堆肥。农民朋友血本无归，和曾经担任着嘉义市农会总干事的议长萧淑丽真唔甘，特别号召着嘉义市农会商会含工会，甲农民购买着一千公斤的金蕉，伫咧五日节冬天分送予十四个社福团体。在农会担任总干事有八年多的时间，我了解农民朋友他们看天吃饭的心情，是兄弟天气的关系，让他们所栽种的农产品就有可能是血本无归。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协同了我们嘉义市商业会、嘉义市农会以及嘉义市工业会，那么我们的市农工商团体，大家他们都是自掏腰包来采购了一千公斤的香蕉，希望来分送给我们嘉义市有十四个公益慈善的单位，希望让这些经济弱势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也感受到一个欢乐的过节的气氛。我们一方面也希望帮助农民朋友，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境，让他们的所栽种这个农产品不至于血本无归。由于长萧淑丽带头号召工商团体共同向中部乡的金蕉农来购买一千斤的金蕉，将分别抵赠予嘉义市赞助者服务协会。在美仁爱之家生态老人照顾拥护中心和自由福利之家在内十四个组成工业单位，不只是帮助农民、经济和经济弱势的朋友，也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过节的温馨气氛。最新新闻，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